Hello，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eacher Win。小朋友们拿到练习纸的时候呢，请你们记得签上你们的班级，还有写上你们的名字和当天做功课的日期。好，来，我们一起来读题目，小朋友们。认识钱币，小朋友在每一行中圈出对的答案。OK， 小朋友们，我们看到这边 ，OK， 这里有里面有很多图片，对不对？这个是小男生。这是多少钱呢？全部是一令吉。OK， 这个一令吉有三张，对不对？有三张。OK， 有三张。OK， 好了，我们看第一排。OK， 第一排呢，它是这个是五令吉。OK，RM 五令吉。这个是二令吉 ，RM 二令吉。这是八十仙。OK， 八十仙。OK， 这个三令吉，对不对 ？OK， 三令吉，三令吉它可以买什么？买到什么东西呢？OK， 这个是五令吉，对不对？可是他手上只有三令吉，还要多两令吉才能够买这个球，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能。OK， 好，这个两令吉。OK， 这个两令吉。OK， 这个是三令吉。OK， 一二三，三令吉，对不对 ？OK， 这个两令吉。OK， 这个是两令吉，这边一二，还有剩一令吉，对不对？够，他够买的。OK， 他够买。OK， 他足够的钱，所以把它圈起来。OK， 再来，这个是八十仙，八十仙呢是一令吉都已经购买了，对不对？它这边有三令吉，一二三，三令吉，对不对 ？OK， 所以它是足够的 ，OK， 它是够钱买的，所以把它圈起来。OK，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同样的用回这个三令吉买这个 ，OK， 这个是九十仙，这边有三令吉 ，OK， 一二三，三令吉，所以它是够买的 ，OK， 足够的，所以把它圈起来。OK， 这个是八令吉，八令吉是一二三四五，这是五令吉，再加六七八三令吉，这边一二三三令吉，八令吉。他可是这边小男生的手上只有三令吉，够买吗？不够买，所以这个不要圈哈 ，OK， 不要圈。这个是六十仙，他的手上有三令吉 ，OK， 六十仙够吗？够，因为这个是三令吉，一二三，三令吉，这个是六十仙，所以是足够买的。好，圈起来。OK， 再来看最后一题。OK， 小男生的手上有三令吉，对不对 ？OK， 这个面包是五十仙，五十仙够买吗？他有三令吉，一二三。够买的足够 ，OK， 好，把它圈起来。再来看第二个，这是一片巧克力，这是四令吉 ，OK 哈，这个是四令吉的巧克力，一二三四 ，OK， 或者是我们可以两令吉加两令吉，就是一二再加一二变成四令吉 ，OK。可是小男生的手上只有三令吉，他够买吗？不够，因为它只有三令吉，一二三 ，OK， 啊，所以是不够的 ，OK， 所以就不要圈。它有三十仙 ，OK， 这个有三令吉，三十仙是它后面的 ，OK， 所以它是足够买的 ，OK， 它是足够买的，可以圈起来。OK， 好的，谢谢你们，拜拜。